最近网络上刷到的都是渣男事件，林生斌利用亡妻热度疯狂敛财而后娶妻生子，许国立杀妻后从容淡定悬赏十万苦寻妻子，于晓东推孕期妻子坠下悬崖准备骗取保费，朱晓东婚内出轨第三者杀妻藏尸冷冰柜，张波亲手将儿女抛下高楼而后作戏大哭，这些男人太可怕了，看得人瑟瑟发抖，让女孩子还敢嫁人吗？我想对女孩子说，如果总想着靠着婚姻来拯救自己，终究会跌进婚姻的大坑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与其把另一半当成自己的救世主，不如花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女孩子一定要学会爱自己，保护好自己，找对象的时候要擦亮双眼，而这些能力都是需要学习的，只有足够的爱自己，才有可能找到好男人，经营好自己的婚姻。